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游玩《沉睡森林》《仙境迷城》。然后每天登录的话，就是要先点这个幸运轮转，然后跟什么？副本。真的有当成副本跟一些。看一下哦，精英哦，哦，那个精英福利副本，然后 OK， 副本有很多种类啊，这什么使用地牢门票、背包扩充券，七日礼包是干嘛的？可以拿哦，我昨天都不知道，没有点到。OK， 哦，拿它真爽。然后这个，哇，好多东西哦。20等人装，这是什么？使用扩充，背包扩充券一个与红宝石0，买5个背包4。这个啊，这个也比较好。那这个嘞，我24等的哦。这个先卖掉好了。这个什么？打造。哦，好复杂哦。有些我不知道要干嘛用的，所以我就先留着吧。那我们先升级一下宠物。那我现在还能不能骑宠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去哪里骑。昨天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。然后，那我们升级这个紫色的这只好了。进阶，吃。这个不要。不过那只绿色的，绿色好像没有比较好。升级。哦 ，skate。然后米洛斯，哦，米洛斯可以放了。出战。进阶，好，没有。升星，哦，升星还不行。人物。每次玩都有点顿顿的。我要19级弹升哦，我强化应该不用，先暂时不用了。OK， 对吧？多亏了雪莉，又不是他把我传上车，我可走不了这么远来找你。你快点回家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主角都可以随便飞来飞去的，姐姐不行飞，姐姐没有主角的威能，飞不起来。真婆啊，真婆一起玩啊，网络游戏就是要真婆。那你回来，现在想参加竞技场，扬名立万，出人头地，人的价值是自己争取的，竞技场就是实现价值的地方。接下来就拜托罗安大哥了。放心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我会安排他参加竞技场的。没错，我就是竞技场指挥官罗安。你的事情我已经听你的姐姐说了，现在的你已经可以参加竞技场了，所以赶快开始吧。抢占竞技场王座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怎么可能？竞技场开启了，快去打败！真玩的是怪物啊！你看，第一名乐少。啊，这什么啊？你点他吗？哦，排名一，52等，我靠！大家都玩这么疯哦，这会打不赢啊？这什么？哦，
哦，然后呢，现在干嘛？哎，为什么说变成十六等啊？然后进这场战斗规则怎么变简体字了？说明说明，刷新对手，老是打不赢啊！我没有一个打赢的，他们都好高哦。然后他们排名9000多，你看看，不能从最低的开始打吗？好，我们打中间这个挑战。哇，刺激哦 ！Ready go！ 走。一下我就死了，废话，差11等哎。好了，反正只是玩玩看而已。经营场就跟玩家对打，也不是跟玩家对打，是你在经营场的排名，然后你直接点他就可以直接对跟那个 NPC 战斗了。在线奖励。欸，为什么他们都有称号我没啊？对，我没有称号。你虽然获得第一场战胜利，但这并不算什么，因为人只要活着就会有竞争。你隐形的能力不仅可以在竞技场中证明自己，还可以在其他战斗中寻找自我，尤其是那些可以携带三只宠物的战斗。OK， 竞技场奖励每天晚上9点开放领取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拿一个。那个副本有分精英副本跟普通副本的样子，所以精英副本应该可以打到更好的装备跟提升更多的经验值才对。然后今天在录这款游戏的时候已经是120了，不知不觉就已经120已经过去了，明天要130了啊，还要上3天班才放假，好累哦。哎，都不能好好的玩游戏跟录游戏。然后话说最近的那个哦，下一款游戏我录《圣之歌》零代，然后《圣之歌》他们延后发行了，好像变成23号发行的样子，还25号，有点忘记了。然后来的话，我就开始录那个了，那款游戏了。然后那款游戏现在变成就是它要分第一章、第二章开始卖了，这有点花钱的其实啊，又要花钱了。然后我圣女这个零代的初章，我好像是买那个精装本，哎，精装包装，哎，精装本嘛，反正是很厚那一种，那个什么实体版。我想说他那么久没出了，其实我圣女这个一跟二我本来要录的，但是后来听说他们会出语音版，所以我暂时就没有要录了，因为我其实圣女这个一跟二都有，很久以前买的。他们刚出的时候我就买了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款游戏。因为这款游戏在前代是《守护者之剑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我非常喜欢《守护者之剑》的战斗方式跟剧情，我觉得不输给，就是我觉得不会输给《仙剑》《轩辕剑》啊。当时我觉得那款游戏做的非常棒，而且战斗又以当时来的2D 技术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华丽的，耐玩性也高啦。虽然剧情短，但是剧情比较短是《守护者之剑一》跟外传，但是《守护者之剑二》剧情就长了。但是《守护者之剑二》它 bug 非常的多。你表现得不错，是时候让那个家伙知道你的存在了。来，我把你引荐给魔可吧，魔可拿吧。要飞升的吗？然后刚才应该拿很多废装才对。我们
哦，没有，你拿到什么装备啊？这什么啊？充新材料哦。其实我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最讨厌就是充装备了，因为我觉得充装备真的很麻烦。既然是罗汉引荐过来的，那么一定刚刚进行场中得到胜利喽。其实根本就没有被打死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可知道进行场中的精髓之处在于什么吗？你说的对，但也不对。其实精英场不仅是个人衡量自身能力的地方，也是组织挑选精英时的衡量标准。你刚刚进入的精英场就是获得不错的成绩，像你这样出类拔萃的人并不多见，相信很快就会得到阵营组织的邀请了。哈，那我来自我，让我来介绍阵营，总有种自卖自夸的味道，不如去问城主大人，他至少比我多。听城主讲出阵营历史。年轻人，你想要加入阵营吗？嘿，这个选择是正确的，因为只有加入阵营，你才能获得最最坚实的人生后盾。从人类对抗魔族开始，至今已经1000年过去了。这1000年来，发展出了两个分支，一个是皇家卫队，一个是自由联盟。两大对抗，等一下配老眼神，两大对抗魔族的方式颇为不同，久而久之互相对立。不论你加入哪一个，都会得到阵营的说明，并发挥自己的能力。你只要完成相应的阵营任务，就可以选择阵营了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，就从第一个阵营任务开始吧。要选哪一个啊？现在可以选吗？你非常出色地完成第一个任务，用行动证明你的身手是没问题的。那么接下来考核的内容是洞察力的考核。我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瓷罐子，你能帮我找到它吗？没问题，我用搜寻，自动搜寻。与众不同的瓷罐，你就放在前面而已，我找不到。啊，你的答案我很满意，但是考验综合实力的时候到了，你会如何表现呢？战斗是不是？哎，穿。就知道又是个战斗。暗夜蓝网，狡猾的跑纸蛙。其实老实说，如果这款游戏没有特别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容易玩腻啊。基本上你几乎都不用动了，你就是自动战斗就好了。除非你要跟打那个竞技场，竞技场就可能比较需要手控操作了。然后这款游戏升级应该不算男生才对，应该可以很轻松到60等吧，我觉得的，我猜的。因为这款游戏的职业其实蛮多种的，所以大家想要玩可能会玩好几玩了几轮吧。因为每一种职业有两个职业可以转，比如说像我一开始玩的是小奴嘛，可以转弓箭师跟弓手的样子吧，弩手吗？对，弩手，十字弓那种。那战士也有分十字军类的跟战士类的吧，狂战士类的吧，没有仔细看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法师的，法师也有分啊，分两种，所以总共有6种可以选。但是一个账号只能创3只人物，所以想多玩，只好再创一个新账号了。OK， 打完了。哎，有紫色的，紫色碎片哦，我就知道。因为紫色的宠物算是比较好一点的。那如果直接拿到那个宠物的话，应该是绿色等级的，应该有分紫绿，最低应该绿色啦，然后再是绿色吗？哦，绿色、蓝色跟紫色，紫色是最好的样子。无论加入哪个阵营，你都将得到极大的帮助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，那么现在就可以进入阵营选择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勇者，打开阵营界面，接下来选择想要加入的阵营吧。由曾经的冒险家组成的联盟军，为财富而来，也为自由而战。拥有高贵的血统，维护正义的使者，一切不公的裁决者。我选自由联盟。因为呢，随机选择将获得系统奖励，要吗？不要，我不喜欢正义的一方，我喜欢自由联盟，就跟海贼是一样的，我不喜欢海军。是。帅哦，本阵营的历史
从此将由你来书写。没问题。然后嘞，燃烧之翼，充能。哦，哦，那收集这个充能，然后哦可以加能力就对了啦。伙伴领袖，领袖选举，乐少，老子有钱。第一名终于快赢了，投别人。投票成功，给他投一次吗？哦，不行，一天只能投一票。爵位预览，哦，这个没什么兴趣。领取，哦，这个可以领取哦，很不错不错。然后爵位预览就是大家对这个职称有兴趣，可以去冲看啦，啊。我是没什么兴趣。OK， 很好，现在你要牢记自己的阵营身份，只要成员之间相互信任，以诚相待，那么阵营就是会是无坚不摧，又坚不可摧的组织啊。你刚刚加入阵营，是时候享用阵营给你的好处了。阵营中的福利会随着你的等级逐渐开启。另外，如果你还有其他疑问，就去问阵营的骑行官兰多。好，新人福利通过金币岛。哦，我会耗消耗精力哦，所以说打副本会消耗精力的意思吗？哦，所以不是无限打，因为我昨天以为是无限打。然后最近天气变冷啦，啊，各位要好好保暖啊！天气真的变冷，变蛮冷的。其实没有到很冷啊，现在好像才15度以下吧，台北是5度以下。然后最冷会冷会到很冷很冷，应该是10度以下的时候，不过应该还要一阵子吧。因为之前有一次，好像去年吧，有一次那个温度超级低的，然后我骑车已经戴了那个防风手套。我的手是冷的，非常冷，跟我那个手套超冷，根本就挡不住。等一下是啥？快！要上刀啊！这干什么东西？他们知道我自己点的，啊。我因为这边是浅。嘿嘿嘿嘿。肯定要好好拿啊！这应该只能一次，还是说这个像这种特别的副本子，会有那个精力、体力耗损的限制在？呼呼呼！快呀，剩5秒，四。哎呀，可恶！个子百千万，好少，哦。海斯的宝藏啊，算了。今天长讲义每天晚上9点整准时发放。看一下啊，使用。好，使用。哦，金币岛哦 ，OK， 金币副本。所以应该是那个特殊的副本才有精力的限制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我猜的。我刚刚看到一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侍从哦，徽章哦 ，OK， 就是加入阵营才有的。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你加入阵营以后，不仅可以交到朋友、得到帮助，还能获得阵营赋予你的阵营图腾。神秘的图腾具隐藏着奇特的能量，通过对图腾的进行充能，将图腾内的神秘力量激发出来，化为己用。快去试试吧！点击小头像，打开功能，打开阵营界面，选择图腾按钮，开始冲刺。冲刺！厉害！充能成功。记住，图腾充能到一定程度后，可以开启新的属性哦。再充一次，还要49，24，我靠！充民国几年啊？不用谢我，帮你只举手之劳。现在的你完全可以自己闯荡出一方天地了。你下一步打算解除鲜花峡谷的图腾魔阵，真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见过那么多勇者，能有这样的勇气的人却只有你。
我建议你去找一下雷诺，他既是赏金猎人的领队，一定知道相关的情报。 OK， 我到底能不能骑宠啊？我一直找不到骑宠在哪里。我想骑宠。哦，好远哦。哦，找到，就是你，又是你。我可以给你带钱，钱我慢慢可以，但必须先支付报酬。我们赏金猎人遍布天下，各类型的情报应有尽有，可以说天底下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既然你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那么请说出你的问题啊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这个，你去问我妹妹刘娜，她一定知道。哎，你不知道对不对？你一定不知道。哦，这是圣十字军吗？其实颇帅的。然后又回来了。仙花峡谷的图腾是按照特定顺序放置的。通过情报组的调查，我们获知了图腾的固定顺序：风雷火水光。这个顺序似乎隐藏了正常相生的道理。风生雷，雷生火，火生水，水生光。巧的是，你这次解除恰好是风图腾，嘿嘿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到这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欢迎到粉丝页按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到粉丝页就是关注了，因为粉丝页会比较好po我的最近的讯息跟动态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啦，谢谢，拜拜。